每年暗暝七点三哦，咱厝内人准时甲恁相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珊珊。身边的欢心带、欢喜带、新鲜带，就伫厝边头尾节目当中。那伫今仔节目当中，咱阿海要甲大家发现的，又个是啥物代志呢？出面头尾上一集拍档发现出一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集的出面头尾，我是阿海。在前段时间呐，阮电视台啊有报道一位十二岁查某囡仔，叫做阿琼，伊啊因为惊爸母拍骂，几落摆从厝内走出来，甚至啊连原店内饲救助站的都唔愿意倒去厝内。这段时间内面，饲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呐、都伫咧积极的咧联系阿琼的爸母交亲人。不过代志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查某囡仔爸母还阁是无消息，无奈之下，市救助站只好将阿琼啊送到晋江市福利院安置。这个安排，记者来到晋江市福利院，阿琼正交同伴们坐做一起看电视。虽然这已经是阿琼来到福利院居住的第三日了，但是伊对生活人还阁也敏感，交同伴的交流也无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无代志的时阵，阿琼喜欢一个人伫咧走廊内面行。思想很不稳定呀，都一直想跑出去呀。刚来的那一天呀，就是说硬着要跑出去。后来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和他们护送的，两个人最后一直在我们的劝说下，才就是留在我们这边。说留在我们就是到下午，他马上就是又要跑出去了。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答记者说，伫咧交阿琼的交通过程中。阿琼反而是坚定的表示家己唔愿意挖到基础来。他就是讲，他那时候不喜欢回家，不喜欢那时候回到他的父母亲那边去，就是说他要到外面，自己来说就是去流浪警示。为了帮助阿琼稳定情绪，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也想了野多办法，尽量做通囡仔的思想工作。有人都跟着他，有人看着他，有人陪着他，陪着他说话文啊。既然这到我们这福利院进来了，我们就要看到他，照顾好他，就是帮他尽量的帮他，以我们最大的努力，找到他的家里面，让他们回家团圆呢。为什么这个十二岁囡仔会反强烈的固执，我倒去因爸母身边呢？伫咧报道当中啊，我也看到，除了亚洲交其他囡仔交流之外。阿琼甚至也一而再、再而再三，有想要走出去的种想法。囡仔有这款的心理状态真的是让人也担心。记者了解到，就像阿琼这款由于爸母教的方式粗暴而离家出行的囡仔，近年来有所增加。那么，对于这款的现象，广大家长是不是应该有所反思呢？随后，记者也采访了心理专家。春节期间，我们共接收到未成年人三起。大多数的孩子就是到我们站里来，进行交接的孩子就是都是处于一种恋环心理，还有就是家庭感觉到就是温暖不够。记者随后就来晋江有子女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咨询了省教育厅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专家，丹地民族中学校长陈水山。从我们晋江的产业结构来看，我们。多数的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一类的外来工进到晋江来，他原来其实他本来的家庭经济就不怎么样，那文化也不是很高，你要供子女在学校读书，那当然困难就会更多。陈水山认为，来晋江有子女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当中有一个人是从小和因公因妈抚养大汉的留守儿童，有一个人则是从小在爸母离开家乡来到晋江，在早期的人格教育中特别注意加强引导。很多时间都集中在赚钱上面，小孩在干什么，其实他是很少去关注，时间用的太少太少。另外加上他本身的文化水平不高，他的方法都是粗暴的，有的就是打跟骂，所以这一类的子女他是存在的一种自卑的心理，有嫉妒，有的冷漠孤独，这些都是他们存在的一些心理问题。所以在囡仔的成长过程当中，广大家长除了着注重囡仔的身体健康以外，
也应该伫关注囡仔的心理健康，尽量改变粗暴的教育方式，认真教囡仔做好沟通，让囡仔感受到父母对因的爱。此外，社会也应该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予以及时有效的关注，营造一个接纳、宽容、理解和关爱的环境，让囡仔们健康成长。在我们的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应该要开设有关的心理健康教育这门课程，通过活动调节他们的一些情绪。另外也可以在比如说通过我们的观光委成立的一个心理这个外来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的一个援助中心，我们都要共同的一起的来关注我们未来的新疆人。因为年纪岁囡仔心灵是最脆弱的，在你囡仔成长过程当中，家长的正确引导和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因的健康成长。所以，伫咧注意啊，阮也希望，不管是外来工友们，还是咱厝人，伫咧囡仔的教育问题顶啊，咱一定得引起重视。伫关注囡仔的身体健康同时，因的心理成长啊，也需要咱好好做全工作。千万唔茫搁再亲像有阿琼这款有处唔愿意回的代志发生。算了，咱再来关注一条相关是关于囡仔行失的新闻。这摆啊，是三个囡仔找袂到厝了。这三个结伴佚佗的囡仔，就是去年伫五市行失以后，被警方送到市福利院安置的。一说目时间已经过去半年了，但囡仔们的父母反而无法当联系到。张小凤来说是安徽省的，他籍贯是安徽的，具体的来说那个县市他不知道。那个罗霞的是贵州的，贵州籍贯是贵州的，县城是仙田的，这是他自己讲出来的。那个是叫雷刚，他自称是叫雷刚，但是在哪里人他不知道。6月份的8月份，送过来的。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记者室，三个人当中只有不惑的张小凤有法当讲出家己父母的名。而伫咧交其中一个查某囡仔落下的交通过程中，囡仔表示家己是偷偷走出来。另外一个查某囡仔雷刚因为有语言障碍，工作人员无法当了解到更加多友好信息，所以也无法当联系到因的厝内人。虽然囡仔们鉴别父母，但工作人员表示，在福利院期间，三个囡仔都计也懂事。这囡仔行失，最最担心的就是因的父母了。但是由于因的年纪小，半年来啊，都计无办法提供更加多信息来帮助我倒去厝内。但是好命的是，最后伫咧警方的帮助下面，暂住福利院的其中两个囡仔的父母找到了。22号上午，晋江市福利院将学堂接倒来张小凤交落下，交各自的父母三人。人情现场，张友刚抱着查某啊张小凤是安慰好啊。不过另外一边，落下看到父母，却是流落来委屈的目屎，拒绝交父母交流。落下的父母但记者说，伫咧落下两下半时阵，因就离开家乡贵州，来到千里之外晋江拍工。因为厝内人口多，家庭负担大，因这几年都计无闲着工作赚钱，老土囡仔的时间也少。囡仔们准备出行，但家长们留下了如何正确教育囡仔的思考。肯定要换更好的方式教育他，对待他了。办理了认领手续以后，在大家的劝说下，罗霞交张小凤坐上警车，交各自的父母，我倒去厝内了。应该是我们也在这里，应该是一个警示吧，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对小孩子确实要负起我们那个这家长的义务，我们这个监护人的一个义务，把自己的孩子确实要看住，不然确实会对小孩造成更大的伤害。从报道中，咱可以看出，父母啊。交囡仔相处的时间少，缺乏友好的沟通，是造成囡仔交父母之间结合的主要原因。伫咧水啊，阮也希望家长们啊，有法当加花一些时间伫咧交囡仔相处顶。除此之外，也得阁加听囡仔的心声，交因进行友好的沟通，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好了，伫咧节目最后，上款咱该看一段有意思的视频。说到黑板啊，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伫咧读册时阵啊，咱大家面对的就是黑板咯。有时阵学堂也会举办啥物黑板报的评比比赛，比的就是上爱字较水、上爱画的图最好看。这啊，我要带恁去看一块黑板啊。
我咧顶面的大桥里哦，居然会震动的，咱赶紧来看卖。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为咱啊带来了未少欢乐。好了，今天的趣味大杯我就为大家讲到这里了。如果你身边发生这款的代志，欢迎你写批或者拨你的刷电话8563-3003来加 I 设计。趣味大杯上一家泡谈话先做一，我是 I， 咱下一期节目再见。老人辛辛苦苦存钱一年，年底更何偏资偏那铁铁。买的是落后，是落9568。吃了这个药，十年不吃药，知道噻？估计买来灵丹妙药到底是什么物件？不是药品，不是单品。连环套卖假药，200多位老人被骗150万。警察关注，老人唔通上当。金刚电视台蓝处蓝人与金刚市司法局联合制作法制节目《说法》，拜二拜四，警察关注。出来的，低调淡薄，是较低调的，就是哦，就是哦，啊，那是啊，是啊，无当。人做事叫做人就低调，到时才袂见效。高志伯啊，你去吹毛乱乱的讲，到时若平掉啊，你会搁较袂爽。好了好了好了，我继续说，继续说。我搁写，我写，我搁念，等你听麦的。夫妻和睦是家庭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嗯，来吧，朋友，咱和平一起上。恭喜和喜得大喜讯，大喜讯，选对了哦，选对了哦。看见没？看见了。上个就是叫做实力。嘿嘿，啊，评委哦，嗯，太，我目睭唔知去什么搞的了。那个啦，头先报答十个，恁连忙安慰哦。来，讲啊！好，好，好，接话了吧？啊，对咯，对咯。我见过我多风我呢，但因我所谓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啊，对啊。终于，随恁来讲，随恁来讲，痛死我，痛死我！啊，这讲啊，你的表现太关键了。好，我无猜啊。哦，原来阮猜的票就是三只公在做山区哦，三只公啊，你跟我记了，你跟我记了，好好记了。哦，原来是。啊，高金宝啊，上个也着有实力，个你茫放掉哦，吼，三只公啊，你做啥嘞？赶紧该嘿嘿行行该公布出来。哈。公布什么呀？啊，无阮就做了名誉夫妻啊，阮爸开始要离婚。无还无还，名誉夫妻，阮爸你看啦。
你丢什么？你咋样？你他妈丢你咋样？我是要严格啦，你管严格？严格，准备别去哦。好，下面我们获奖感言。啊，你那对啊？这个获奖感言咯。啊，你那对啊？什么唔对啊？怎么唔对啊？这获奖感言是你在写当高清报料咪先？是。我改咩念咩？哦。我头他妈才气着你。啊，你唔是说你唔爱做这个无完无退？啦啊，从个三叔公啊，从个笨个做你乱食，话无做你乱说你呾，啊，咱毋是冲啊，好好洗洗咯。你啥物乱说啊？啊，你阿妈，你毋是直直交代说，你若我若选恁做模范夫妻，你就要去死，也我则经过我大红路咧，当然我连这关系，则将这一票投转高进宝。你今嘛高进宝甲乌啊，这是模范夫妻啊。啊！你叫我去洗啊！我讲啊！我先算掉了先，我安尼太跳太跳了，安尼我赶紧倒来去阮厝来食盐干哥，安尼阿明哦，阿明再来阮厝来烧酒哦，阿明来去哦，阿明再来。妈，来。别担心。是啊，我唔是拍电话干你，说叫你向大姐嘛，搁创咯。因为我想说，是林伯啊，伫边头，伫咧念你，伫咧逼你，你才故意来说反话，这是。潜台词，我那想说你唔是，无你唔是真唔爱做，你若做着，惊啥物猪母伯上手咯，红旗妹来骗你来欺负，就坐咧你头壳了。我明天来困，明天来困，大哥，我去天公卡死雷公咯。呀，你安尼乌的拍死人个咯，迄个苏世贤是来乌的拍死人个咯，呀你明明说你唔爱啊，我才动用我所有连接关系。好了好了，你。我终于明白一个种个死伊个什么种什么意思咯？啊！给鬼母爬上树，鸡母飞上树，假鸟，别叫啊！我靠啊！你是先是，难说我先是何先办牌带你那说那一句话。怎么唔精才假灵呢？正用我唔得是怎样用我打断我？正用我这边就要搞个搞我想笑别人，啊你死咯！我一个哦，甲你是袂会记咯。啊，你就真无定性啦，真无定性啦。哼，选高进宝甲乌啊，有通啉有通食是福。啊，选你，你则一个要死，一个要去是稳当落难说啊。做好人你去当歹人嘛，啊，若做歹人你去当好人嘛。我好人歹人做一做人会说，我是啥物墙头草叫黄车两边刀啊，都真乱啊。哎，好对好对。啊是哦，啊这台顶找我家一个，我唔得阁家公布店名。三只公啊，哈三只公啊！啊，你是要说啊？我是要说三只公啊！你贵人咯，你大恩人咯，多谢！我讲甲你感谢一下。啊，咱当然无事咧拜堂啦，你到底是要说啥说啦？啊，无了，我是来甲你三公公布定名者。哦，你好，高兴不好啊！你好。观众朋友啊，咱天气的妹妹叫做龙高胆天，啊，妹对啊，就是一日牙。家人的压力，唔知恁有猜出来无？咱这期的白面哦，是叫做十里对十里，日头对月娘，上款嘛是猜一日哩。啊，恁若有猜到，就会去拍阮的热线85633003来跟阮说，啊，赶紧来猜。定名啊！咱也希望恁帮拍咱出的线就未对讲讲。那接下来咱来看看昨日的新闻观众是上阿哩。来自赖清的曾春燕，手机号是9258。感谢你的这个参与，你将向丁友龙背景提供的永生第一份万代龙特产大礼包一份。一杯好茶，一生健康。宁夏无果枸杞芽晋江专卖店隆重开业。喝宁夏无果枸杞芽茶，清新淡雅，沁人心脾。红色健康，与您相伴。Hello， 今天节目就到大家送到咱的节目首播时间啦，是每日暗暝的7:30哦。您可以订阅阮的网站，观看阮的节目。明仔上集时间再见。